美国布局第一次北极战争，部署战略轰炸机向俄罗斯发出强硬信号，俄军将组建约20支配备最新武器部队，以应对北约在其边界附近活动加剧。拜登政府提交巨额国防预算，宣称优先应对中国。美国在线监听风云，欧盟多国中招，美与盟友表面说笑，背后捅刀，到底是队友还是对手？未来美欧关系将何去何从？军事制高点，用数据透视真相。